然后你喜欢吃 hamburger 还是薯条？薯条。你喜欢吃 pizza 还是 burger？ burger。你喜欢大脚车还是玩水？玩水。玩水。你会讲英文吗？会。讲一个英文给我听。有一天的。什么故事来的？有一天什么？有一天我喜欢 Superman 飞，爆！飞去哪里啊？我。你是 Superman？ 嗯。Superman 飞去哪里？飞去上面边。然后呢？打坏人。哦，坏人做什么？然后坏人就扁扁了呀。嗯。